籍前文。县委书记田庚和金月波、齐英等人呢，这才商量怎么样能够撤反刁世贵，让他成为咱们的人，在炮楼里有朝一日起义反正，里应外合，把日本鬼子是一网打尽。他们先商量着末脚回文。再说这刁万成又来到了刁世贵的家中，他得维护刁世贵了，显得更是非常非常的亲热。为了不暴露自己的真正身份，对刁世贵一切的事情他都要好好的掌握好时机，别让刁世贵看出破绽。这个时候啊，刁世贵呢，这个气呀、啊、咱就不用说了。刁世贵提了枪到了外边走了一圈，回来的时候就听着有人的哭的声音。刁世贵慌忙忙来到了房中，也就是他今天新布置的洞房，再一看，刁世贵吓傻了。那位说怎么的了？今天他娶了的新娘啊，小凤啊，满身是血，倒在了地下，尸横在地，自杀了，磨脖子了。谢文华、谢老传呢、啊，在旁边呢、啊，坐在地上，哎呦，那个悲惨之就不用提了。那位说了，这小凤她咋这么刚烈，她咋自杀了呢？这个孩子没见过什么大世面，而且性情也非常倔强。那么今天呢，是被他爹的哄着、骗着、磕头跪乳求饶着，把他背上了花轿啊。这么一个青春的少女，长得又这么标致，她怎么能够甘心的就嫁给刁世贵呢？刁世贵是个什么东西？啊，长得五官挪位，鼻子还缺一块，而且还是伪军的小队长，他是实在没有办法了。为了考虑他爹爹一家人的生死存亡，勉强着上了花轿。经过伪军一闹洞房，再加上铁杆汉奸高凤岐和日本小队长这一般的欺辱，他实在是接受不了了。高铁杆撤走了，他房中没有别人了，刁世贵提着枪出去了。刁家人也没在意，他哭了一阵，一想呀，天哪，我今后面对这群魔鬼，我怎么能够生活了？活着有啥意思？拿刀就抹脖子了，死了。
谢老传发现了之后啊，那肠子都悔青了。谢老传放声大哭啊，抱着女儿的尸体，自己打着自己的嘴巴，左一个右一个呀。天哪，谢老传哪、啊、谢老传哪、啊、自己叫自己的名字，说谢老传你非为人也呀。把你来看啊，哎啊，丫头，都是爹的把你坑了，千错啊万错呀、啊，都是爹爹我的错啊。爹爹我害的你啊，命归了阴城啊啊啊！是爹爹我贪生怕死啊，哎哎哎哎哎！哦，这个刁门中啊啊！丞相你进入刁门能享点清福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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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横事来行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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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旁边才
惊动了刁家父子人三个啊，刁世贵在一旁，他叫发愣。也压不住，刁老东刷刷的泪水往下行，心中想啊，我儿是贵是时好极了，费尽了心机把婚成，只成想啊，生儿育女延续刁家好，可哪成想新婚之夜，儿妻就把命扔。这件事真养人，刁爱东大发雷霆啊啊啊哎啊啊啊哎啊啊啊啊啊啊此时间的刁爱东大发雷霆啊，刁世贵你过来。刁世贵低着头，眼中也含着泪，心中压着怒火。二叔，你还可以管我叫二叔？你小子是老刁家的后吗？你怎么混的？啊？你和那王八羔子称兄道弟，为他脑袋别裤腰咽上卖命，就应得这么一个回报，这么个下场啊！你要是长小子骨头了，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啊？难道说是烧火棍子？你有没有这个胆量报仇雪恨？你要没有这个胆量，好小子，你把那枪给我，我喝出我这老头子，我从现在出事替你报仇雪恨。喂，刁世贵了，呵，这气也不打一处来呀，莫准回头，提着枪往外就走。这真要想找高凤岐拼命去，上哪儿找去？高凤岐已经进了炮楼，今天晚上他想在炮楼住上一宿，明天再回桥头镇。刁世贵想去找高铁杆小日本鬼子报仇，可是到了门外边被两个护卫亲兵心腹的弟兄把他拦住了，一个人抱着刁世贵了一只胳膊，队长，队长你压一会儿，队长此事万万
不可猛撞啊。哎，现在夫人赔了，咱不能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再搭上性命，君子报仇。哎，队长，十年不晚。这就证明这两个伪军和刁世贵感情甚好，要不然敢说大队长的坏话啊？你长几个脑袋？刁世贵还是拼死拼活的往外闯，两个人拉着。这功夫，刁万成过来了，到近前了。世贵啊，要依咱们哥们说，你千万别动怒啊！事情人死了不能再复生，想办法安排厚葬。哎，不管怎么地，到了咱们老刁家了，也是咱们老刁家的人了。活的是人，死的是鬼。可是你可不能去找高凤岐拼命啊！他不能说更多的话，为什么说呢？他不能暴露身份呢、啊，因为他是共产党这伙的。弯转着说，刁世贵说：“难道说你也前来阻挡我不成？闪开！”刁万成说：“世贵啊，我是为了你好，你想想，你此去不单你报不了仇，而且……”高铁杆心狠手辣，不是你死就是他亡，这个紧要关头他能饶了你吗？啊，他要五个亲兵护卫，还有这些个伪军相随，都是精明强干的人，你能打得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看怎么样？刁世贵还是不听。刁世贵了，两个眼睛都上红丝了，冒血线了。好容易说这么一个美貌如花的大姑娘啊，洞房没等入呢，自杀了。想起了高铁杆那个场面呢，他气真不打一处来呀、啊，活着有什么用啊？啊！就在这个时候，刁世贵还想往前闯，就听那房上边有人压低着嗓音说话，而且声音听得非常真切。这个人说了：“刁队长，稍安勿躁。”说话声嗖的一声，这个人从房上蹦将下来，看着样还真有点轻功。刁世贵往后倒退一步，心中想：这是何许人也？刁世贵这才说道：“你是什么人？”这个人笑了：“我是你的朋友，手中提着枪，而且是双枪。”刁世贵一看这个场面，大吃一惊，往后退。当这些年伪军的小队长了，也挺有经验，也挺沉着，自己一伸手要摸枪。这个时候这个人说话了：“刁世贵，你不要不知好歹，你手虽然提着枪，你要是动一动抬一抬，恐怕你就先倒下了。”真把刁世贵给震住了。刁世贵往两边一使眼色，那意思啊，让这两个伪军伸手。这个人又笑了：“慢动，你看后边是谁？”刁世贵听说后边是谁，没等回头，后边枪口顶住他的后腰眼了。刁世贵，你不要执迷不悟。刁世贵一听是个女的声音，嗖嗖又下来几个人。
是朋友，有话请讲。后边呢，这个女的是女区长金月波，奉天庚的命令前来办这场事情。这个事情啊，天庚知道了，刁万成啊已经派人回去通风报信了，说新娘自杀了等等情况。天庚听了这个情况之后，这是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不在他预料之中的，借着这个机会正好撤返刁世贵，这才来了人。金月波呀，带着他的队员。那么说，这个先下房这个人是谁呢？刁世贵要领教了。你哪路朋友？这个人笑了：“武工队的啊，武工队的。”吓刁世贵一哆嗦，亡魂皆冒。一提武工队三个字，那土匪也好，还是特务也好，还是日本兵也好，谁不害怕呀？武工队呀，那都是神枪手，手持双枪啊，百发百中啊，不说飞檐走壁也差不多少啊，一个一个足智多谋，英勇善战，枪法无敌呀。刁世贵还不害怕？刁世贵一哆嗦，武工队的，朋友，你来干什么来了？你姓什么？这个人笑了，我姓萧，萧飞，你知道吧？啊，这飞行侦察员知道，我看你长得像萧飞，对，我是萧飞的大哥，萧成，啊。领教武工队队长，你不要害怕。刁世贵，常言说得好，知时务者为俊杰。是你身为匪特难保
命啊，又说的你今年夜晚间这个丑事而生，你的妻被辱被杀还算结了，你为啥不约他人把冤情？金月波上前来一番的开导，说的话句句良言说在了心中，刁世贵这才低头点头应允，他们几人转怒为笑，又成了宾朋了。刁世贵了，一开始心中想，就我刁世贵犯过罪，和共产党八路军对着干，共产党还能收留我这样的人？哪成想经过金月波和武工队长一番的政策攻击，他听明白了，说的非常非常的到位，非常非常的融洽。他想了想，不管怎么地吧，我先借助共产党的手把仇先报了，只要我能把几个人说了一番，刁万成呢还是假装的不暴露自己真正的身份。就这样，金月波临走的时候说了，从今之后你想办法把你的弟兄都教导好了啊，有一日我一定到你们炮楼，咱们抓紧时间，时间不能拖太长，立刻就行动，把你们弟兄完全教育好，开仗的那一天找准时机起义反正。刁世贵不应允也得应允了，可是他心中呢还有点三心二意。金月波心中也明白，在一点一点慢慢的来，就这样把刁世贵说服了。金月波刚要走，齐英又来了，县委书记让他来好好的给刁世贵上一堂政治课，讲讲共产党如何如何的宽大政策，欢迎统一抗战等等的事情。简短解说，齐英又说了一番，刁世贵心服口服，一开始没瞧起齐英，可是一搭上话了，真是唇枪射箭口若悬河，心中非常高兴。刁世贵就这样，金月波和齐英等人前去找县委书记田庚，下文再讲。
咱们书接前文，齐英和武工队队长萧成、女区长金月波给刁世贵上了几堂政治课，几个人要退出去了，可是刚走到门外，刁世贵相送。醒了梦中人啊，就对呀，借这个机会把伤员解救出来呀。对，不能再等了，同志们受苦了，受罪了。齐英站住身形，上前一伸手抓住了刁世贵的手。刁队长，你今后要做到小心谨慎，千千万万不能露出破绽。有朝一日行动的那一天，我们的部队是配合你行动，万无一失。刁世贵一听点头说好。刁队长，还有几个同志你不认识，应该到时候了，让你认识认识。刁世贵回头左右相顾说，还有谁呀、哎，这位萧队长带领的武工队员都是飞行侦察员，身经百战，以一挡十的时候，他们都在暗中庇护着身体，暂时不能和你见面啊，萧队长奉上级命令而来，特意为你的事来的。这就是田书记和上峰传递情报得到的真实情报，萧队长才来的。你放心吧，你的背后有千军万马。这齐英和刁世贵分手，女区长金月波相随，回在了大沙洼，会见了县委书记。田庚已经进大沙洼了，也不在刁家楼了，召集各路人马，南北屯的，什么东西店的，前后营子的，大刘庄的，高新庄的，田家洼子的，民兵们领导全在此集合。刁世贵的事情经过金月波详细做了报告，田庚说好，马上伏击铁杆汉奸高凤起，然后刁世贵回小李庄，咱们好解救地洞里的伤员同志。做好了一切战斗的准备，这回呀、啊，同志们心中高兴了，说要截击铁杆汉奸高凤旗，这回由武工队队长带着武工队，再加上民兵，十有八九啊，高凤旗的命就没了。那么回文咱们再说高凤旗，这铁杆汉奸高凤旗呀、啊、在炮楼里头喝醉酒了，迷迷糊糊睡了这么半宿的觉，哎，觉得心中啊不忐忑不安呐、啊、总觉得这个事儿有点也是不大对劲儿，怕惹出什么是非来。到次清晨，天刚蒙蒙亮，哎，起来了，自己洗漱一番，哎，叫了亲兵护卫，
说看看准备点什么早餐呢、啊、日本小队长也起来了，咱们得上路啊，准备吃完饭再走。哪成想啊，刁师傅早就差人到炮楼里头通信了，帮着上他们家忙活忙活，人没了死了得出殡呢、啊、这伪军们在炮楼里这么接到这个情报之后，交头低耳，一个个议论纷纷，就被高凤岐听见了。高凤岐听说啊，说刁世贵的新娘子昨天晚间自杀了，哎呦，铁杆汉奸心中激灵灵，打个寒战，慌忙忙叫自己的亲兵护卫，你赶快到刁世贵家中探听虚实。这个人翻身上了马，前踢蹬后踢蹬，翻踢板亮掌钉，哗啦啦啦马挂轮铃，一溜吼跑来到刁世贵的家中，一打听真是这么回事，莫砖码头这才回来禀报了铁杆汉奸高凤岐，说大队长不好了，刁世贵的新娘子真的昨天晚间自杀而死，现在已经成殓起来准备出殡了。啊，高凤岐心中暗暗的吃惊，说这个丫头如此的哎刚烈啊，哎呀高凤岐呀、啊、高凤岐，这点事出去不咋地了，有点对不起刁世贵了。这刁世贵万一要想什么办法带人来报仇雪恨如何是好啊，这日本鬼子也明白了，也听明白了，这才慌忙忙各城刁安跨上战马回桥头镇呢。这铁杆汉奸高凤岐，你看他吹马加鞭走地界，带领着这些个伪军慌忙忙忙往回赶呐、啊，分了两边都把自行车来请，那日本的小队长骑着一匹那叫枣红的马，这匹马彪马肉肥，大地出气呀，他二人并肩而行啊，回奔桥头镇。是高凤岐这匹宝马是良驹，这小子坐在马上心中暗想，看起来呀刁世贵受了委屈啊，新娘子自杀真有个脾气，昨夜晚间归了西帕地时啊，从今后刁世贵对我不能一心一意想到此处，心中他一阵一阵来分析呀、啊，咱不然这铁杆汉奸往前走，日本人咕噜哇啦又把话来提。日本鬼子说了，两个人提着交环马并着而行。哎，高队长的，大路的走还是小路的干活？意思说走大路啊还是走小路啊？高凤岐
拿这个马鞭子磕的磕的马鞍。太君，小路的崎岖道路，太君实在是难走，骑自行车也不方便，马更不方便，还是大路的干活。太君，哦，大路的干活，大路的，你的说的正合我的心思。大路的马的跑得快，应付即便啊，而且屋里的还有个炮楼，有事情发生，炮楼的可以接应。你的高，你的高。高铁杆晃那个身子，催马往前行走。高铁杆了，这匹马可了不得，那撑得起是宝马良驹呀。后看如卧兔，前看似鸡鸣。狮子放开，水都平，那意思就把水放到鞍桥上，这马又跑起来了，都不带往外撒的呀。如风中之虎，云中之龙，四蹄腾开，滚动风声，是电闪雷鸣哦，就是个怪。你别看日本鬼子这匹马长得大，但是要讲脚程，那差的太多了。高铁杆往前走，一看来到大沙洼两边，这个地方啊，有高粱地、青沙上，怕有埋伏，他这才腰往下压，刚想要扫马前进，哪成想就听到那枪声一阵一阵，如爆豆相思。这机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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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八大盖，哇呜哇呜，这一顿扫射，高凤琪呀，回头再看，小日本鬼子人高马大，给他遮住了，保了一条性命啊！日本鬼子马倒下了，人也打死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刻，高凤琪身形往下一哈，小杜甫压着判官头二颗心，紧垫飞虎战，两只脚一踩蹦登绳，这匹马前蹄蹬后蹄轮，翻蹄碗亮掌钉，是一阵嚎叫。阻击战武功队韩耀明兵前来接高凤琪，还有日本鬼子兵啊，这机枪啊步枪一顿扫射，这都在县委书记预料之中，也多亏县委书记正确的领导，今日里激战打得成功，这个高铁杆多亏了啊良驹宝马，这匹马再好也是个畜生，他驮着高凤琪飞行似箭，高凤琪把他部下一边扔了，武工队
民兵们打扫战场，这一仗啊大获全胜啊，马到这长弓啊啊啊啊啊咱们不言高凤起得命脱走、再表表武功队啊和民兵，战士们生龙活虎，别提要多高兴啊！打扫这战场，收获可不啊轻。挥大沙哇找天更，前去交令啊！喜欢了县委书记呀、这位田庚，表扬了战士们战斗英勇啊，还有个迫不及待的事情啊，立马要行那就是解救地洞里的事情，不能再拖了。刁水棍虽然是死了妻子，把后事料理完之后，返回到小李庄，带领他的伪军，这才再次镇守，也没去找高凤岐，高凤岐也没找他，两个人各有心腹事了。这样，七英这才和金月波与刁世贵联系好了，夜晚之间找了刁世贵。刁世贵一看七英来了，金月波来了，把他的弟兄完全聚在了一起，早预备点菜都是现成的摆上了。刁世贵让两个弟兄站岗放哨，自己亲身自身手把这酒席宴菜摆好了，和他这些个弟兄们说话了：弟兄们，今天有点事和你们商量商量。这些个伪军们猫都七大八知道怎么回事了，但是谁也没说。刁世贵讲了一遍日本人如何如何对待他们伪军，讲出了桥头镇我第一个小队为了小李庄的妇女，我的小队全军覆没，都让日本人用战刀给挑了。听的这些个伪军们呐、浑身直起鸡巴疙瘩，这鸡皮疙瘩都起来挺大呀、心中想：哎，这鬼子可真狠，有朝一日咱们又落他手，不也是如此的下场。刁世贵又讲了自己的婚事，自己的新娘子为什么洞房自杀，含眼滴着泪说：今后啊，我想走光明大道，不知道兄弟们是否能够跟随。
愿跟随的您就跟随，不愿跟随的咱们各行其便。这两位一介绍，共产党领导，哎呀，大多数的伪军都很同意，有两个个别的有点疑虑，有的就说了：“队长啊，那你说咱们这些年和共产党微仇作对了，说着把咱们收去，反正这都行，以后怎么办呢？他能拿咱们当人待吗？如何如何？”咱们简短接说：齐营金月波唇枪舌剑，不说敢诸葛亮下东舌战群儒，那真是说的非常到位，举了很多例子，说的伪军们心服口服，讲出了今后的光明大道。日本鬼子没有几天呆头了，兔子尾巴长不了了，全国各地各个战线都起了大反攻啊！日本鬼子是节节败退，眼看要驱除日寇，夺取山河，那是指日可待，你们还想什么呢？这般如此如此这般呢，说得非常详细。这些个伪军们一看齐英个不高，瞅得人不出众貌不压动，可是哎呦，说起话来真是条条是理句句是道，口若悬河呀，心中战佩。就这个时候，刁世贵吩咐一声：“慢酒！”把酒买上了。刁世贵把左手伸出来了，给那刺刀拿过来，唰，给中指挑破，往里头滴血啊！你们都照我这样吧，咱们哥们从现在开始就歃血为盟，磕头为弟兄，不能同生怨，求同死。愿意跟我刁世贵干的，你就挑破中指；不愿意的，你自行其便，我也不难为你们。谁敢不办呢？啊！一个个简短计说，歃血为盟，喝了这个血酒啊，然后又吃菜喝酒。齐英和金月波讲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共产党政策，这般如此如此这般，说的众人心花怒放，好像又盼到了黎明，有奔头，有光明，光明就在眼前。临走的时候，齐英说了：“还有几个朋友。”刁世贵说：“那个朋友在哪儿呢？”“哎，上次说了一句要让你见面，条件不允许没见面，今天该让你见面了。”说的话就在西里套间，把一堆的破烂是皮呀、是筏子呀，都堆在那屋里头了，夸夸往出一扔，把地洞口闪出来了。刁世贵一瞅，啊，这地洞口在这儿呢，这才把丁尚武等人叫抢出来。丁尚武、萧飞、孙定邦，一个一个参着一个。李金奎全除了地洞之中，真是拨云雾耳，重见青天，见到了阳光，深深的呼吸，哎呀，爽快的太好了！同志们相见，这才一个个个各道安慰，给刁世贵的事情又说了一遍。丁尚武等人、萧飞、孙定邦十分高兴，和刁世贵握手成为同志。刁世贵这工作心中觉得，嗯，这事儿办得不错，看这样共产党真是宽大政策，我就照着这么往下走，没有错，就这样从地洞之中把伤员们完全史更新等都解救出来，他们的伤痕已经都痊愈了，只有东海他的伤痕还稍微有点不利，其余的那个都差不多了。这才出离了小几里庄，地洞之中到大沙洼，
最高的山坡下见了书记这位田庚。呵，同志们相见呐、这是心有一番场面，另有一种感情啊，真是一个个语重心长，热泪盈眶啊，拥抱的拥抱，握手的握手啊，也有各区的、各个庄的、各个村的民兵队长，还有武工队的，这人马就太多了。这一次，田书记最后做了一个解释，一个命令，说伤员伤痕没好的，继续找保垒户养伤。不能参加战斗的，找地方隐蔽起来；能参加战斗的，不愿意隐蔽的，就在这个大沙洼一带活动。丁尚武同志，你的伤痕好利索没有？丁尚武说：“差不多了，我说啥也不能走了，这在地洞里待这么些天来，我的天哪，可下来拨云雾，重见阳光了。我就在书记左右，李金奎等。”谁也不愿意再隐蔽了，这才都留守下来。其余的人该着隐蔽的隐蔽，该着到地洞里到地洞里去。林立呢，得跟着伤员走。所以说，各项事情完全都安排好。田庚书记说：“大约着，新的战斗又即将来临。”刚说冲破黑暗，即将要黎明，同志们各听命令，须把实行。隐蔽的伤员继续把伤养，其余的操演军马练武功，就这样一日两日，这么三四日啊，一天县委书记要把令行，这么一天，县委书记田庚下去了命令，又把各村的领导主要的人物完全召集了上来，开个重要的会议。他已经接到了上峰的命令，干什么？小李庄这条大公路工程结束了，下一个任务是要扒公路，把公路给它扒了，给它毁了，不让敌人运送一切物资。要问怎样？下段再见。